講下潛力股啊，潛力股今日講邊只啦？講下呢只啦，呢只係都係保險股喎，啊無獨有偶，頭先咧就講緊嗰只，有人咧就講咧問啊1299啦，友邦，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只啦，呢只都個走勢唔錯啊嚇，你見到啦，長方形喎呢個嚇。做了一輪長方形了，即是在這個位置打了一輪底了，133。上個星期呢，港股都麻麻地走勢了，但它自己牛上去了。它昨天還在升緊、啊。今天呢個市碌得勁了，就跟住碌。但碌得來呢，見到它低位呢是 138.6。現在收回 140.3, 即是比低位呢彈了個幾上來。顯示呢就130幾這些支持位啦、啊、139嘛，這個長方形的頂部。長方形頂部是有初步承接的，所以走勢是轉強了，而事實上看回去的 PE 是不貴的， 6.5 倍現歷史市盈率，即使明年估計市場人士估計有少少盈利倒退，明年可以去到 6.8 而已， 6.8 OK 啦，用市盈率來計不算貴啦。與此同時呢，股息率呢就現在就 5.4 的歷史、啊、跟著呢就所以就增加添喎，啊，去到 6.4 喎，估計，咁 6.4 嘅息率，唔錯喎，呢個息率嚇，所以咧都可以睺一睺啊，咁得大家留意一下啦。特別係咧，如果話聽日咧就再今日試一試啦，如果聽日再考驗呢個位咧，佢就再次試翻140蚊之下咧，都可以諗下，特別係逼近啲3角形頂呢、這個長方形嘅頂部嘅時候咧，可以考慮咧就操作一下，咁搏佢咧行上去。起碼都彈翻呢啲位啦，當然呢啲位又唔講唔上有咩肉食啦嚇，咁啊希望咧就反覆向好翻啦，做咧高啲嘅呢啲水平嚇，就咁嘅情況啦嚇，明顯佢跑型係1299喎嚇，咁所以咧睇翻成個情況啦，就可以留意下呢只就係宏理金融，仲有今日提供嘅潛力股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咧，今日節目時間咧都夠曬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